Oh shit, my god. Holy moly, sorry, Randy.刷牙，快点！没办法，我劝你一定要刷钱，因为我在你的牙刷做了手脚。刚才我用你的牙刷去刷马桶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影片一定给很多人骂了。我要去你车拿东西，我要去你车拿东西，我要拿东西，我要拿东西。你来拍。Yeah， 就是上一个影片，我就是骗得很过分嘛。可是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们讲的，就是上一个影片，我拿那个牙刷去刷马桶的那个 prank 是假的。你们又在装 prank 了咯？哎呦，假的啦！那你可能 prank 这样过分，拿那个牙刷去刷马桶哎！哇，我还不怕被你们泡死咩？虽然讲是要报仇啦，可是确实是真的是不会玩到这样过分啦。然后其实是假的咯。其实我在来 studio 之前我就已经买好了牙刷了，我现在可以播给你们看一看当时是什么情况啊，你们就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。等一下先，等一下先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急着想要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，可是在这段期间呢，你们先去 follow 我 Instagram 啊，就用这十秒的时间去 follow 我 Instagram， 过后当然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啦。咦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很心急，到底我那个恶诊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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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影片开始了开始了。来，请问你有什么话要讲吗？我觉得我这样很帅，很像整个赌圣这样。赌圣这样啊，原来是这样子。来吃一口薯条嘞。其实我们这个牙刷马桶的这个牙刷刷马桶这个 prank 是假的，你有什么东西要对观众讲？他们现在还不知道，因为现在已经是第二个影片了。没有，我想要补充的是，之前我给他喝马桶水那个影片也是假的，一模一样的手法 team， 而且是相信你们应该想一下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换了那一杯水了。所以啊，如果现在跟我讲啦，如果是真的马桶水的话，我就吓到了。对，不要漂地址。马赛克啊，来，我这样拍，看到没？你们看到吗？来啦！啊，阿旺，哎，你不睡觉了没？阿旺，你不是在睡觉了没？是，喂，手厉害，你有的，所以要睡觉了。哎，你要睡觉了。哦，等一下就要睡觉了。所以没有办法了哦。你看，阿旺睡觉，谁叫阿旺睡觉的？哎呀，你们又中骗了喽，你们。我现在就来到了便利商店。为什么我要来便利商店呢？就是因为我要买牙刷。所以你们中骗了喽。你看，我一个牙刷呢，就是 for 牙刷那个马桶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 for兑换的，所以你们，哎呦，你们又被骗了，你们还在那边公公这样，哎呦，真是他们被骗了，你有什么感想？要跟他们不要再傻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傻了，不要再被骗了，你们要学乖一点，你们要学精精一点的 ，OK？ 我会给阿旺选哪一个是来刷马桶，哪一个是兑换的，哈哈哈哈。啊，所以我们啊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不要相信，不要相信。啊，哎，阿旺，你不是睡觉了没？怎么你还在这边呢？啊，你得没人骗。来，我现场就给你选，可以来选哪一个是刷的马桶的，哪一个是兑换用的。刷吗？变啦，这个啦。这个啊，这个来刷刷马桶。刷牙。哦，刷牙。OK OK。现在插在一起，然后你再问他，你该选哪一个？那所以啊，假的。啊，忘可以啦，不用睡啦。等一下你起来，你就去刷牙，然后你就我就会换这一个给你新的，看到吗？这是全新的 ，Yeah！ 我们虽然是讲喜欢 prank 来 prank 去，但是我们 prank 到是有脑的，我们不会太过火。对，所以你们不要误会啊！虽然讲这个第二集你们现在知道真相，可是一切只为节目效果。被骗到的观众不要生气，请吃一口 burger。哇，又来这招了！这个是完全干净的，最新的。我还帮他洗白净，避免有细菌。要刷多一轮吗？这个没刷。切！这个假的啦，这个真的。这是真的，来放回去。完美。
睡。OK， 现在等老板。哎呀，我醒了，我睡啊。结果是假的啦，你们这样认真录。刚才我用你的牙刷去刷马桶。好啦，其实刚刚全部都是假的啦，你们做梦，你们又在做梦。哎、哇！牙膏好吃。好吃，然后牙刷也很好吃。我们专业的演技，你们可能会很好奇，为什么我在上一个 video 那个 prank 的时候，我的反应这样淡定，可以吃 burger？ 废话当然啦，又不是真的刷马桶。你们真的刷马桶咩？你们，我们那里会这样？我们这样没有脑咩？讲真的，你真的没 prank 哦。有啦，其实是有。要换人的。我们换了过后，因为我看到，因为我看到他们在换那个牙刷的过程。其实我们有换啊，什么？我信得过你啊！可以啦。你在啊？耶耶！所以你们又再次中了喽。没有办法的，你们真是。那所以所有事情都是这样，都是假的，已经安排好了的，所以一切都是安全干净的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我跟阿旺的感情依然是很好啊。然后我想讲的是，到最后我不是把那个屁渍喷污倒在阿旺的车，然后上去他讲很臭，其实那个是真的 prank， 只有牙刷那个是假的，所以那时候他车真的是很臭很臭讲。Sorry Wang， 这个才是真正 prank 你的地方。所以现在很多谜底都解开了，这个也是我想要讲的东西啦，就是要报仇要玩也不要玩得太过分啦，所以我们也是有用脑的啦，那也可能玩这样过分噻，是不是？不过讲真的，你们是不是真的有信心？哎呀，这样子讲，我们的演技确实是不错一下的，嗯，就这样先啦。